湾空中访民情，你好，我是林芝。大家好，我是电台的记者慧慧。新系列的空中访民情，我们将会邀请各政府部门的部长来到节目中，畅谈你所关心的民生课题，解答你的疑问。这一期的节目嘉宾是主管高等教育和技能的教育部长王以康部长，好。大家好，是，欢迎部长。是，今天呢，我们要谈的是大家很关注的问题哦。年轻人呢，读了大学或者理工学院后拿到了文凭，是不是真的可以找到工作？是，部长，我们都知道啊，本地有6所公立大学，那私立学校呢，私立大学是更多的，所以可以预见的是，将来哈，满街都是大学生。所以您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看法是？那就跟台湾跟好像韩国一样，满街都是大学生。其实这是我们一个左右为难的问题啊。是，因为我们身为家长啊，你们是家长吗？还不是，还不是。将来你们身为家长，我们都希望孩子能够考上大学嘛。因为很多雇主你要找工作，他们还是看文凭的。所以我们当然希望孩子能够读上 A level， 再读上大学，拿一个文凭，对前途可能会比较有保障。父母都是会这么想的。所以呢，政府教育部这方面呢，我们能够尽量的供给更多的大学学位，我们会供给。所以现在有6所大学，现在的百分比呢，就是每年所有的学生大概35%。会进入公立大学，是，我们逐渐的在增加，虽然我们人口老化，而且出生的小孩越来越减少，但是这个比例我们会慢慢的增加，到2020年的时候，每一届的学生40%会进入公立大学，就从现在的35%增加到40%。所以我们会尽量的增加，因为40%我们很有信心啦，是我们的新加坡经济结构能够接受的，所以这些学生，考完大学后，还是找得到工作。可是不，但是我是说左右为难啊。对。所以一方面就是要了解家长的心理，孩子的志向；另一方面也有问题，就是你刚才所说的，如果满街都是大学生，像台湾、像香港也是有这样的问题，就变成大学生失业的问题，变成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你想想，一个孩子读上了大学出来，兴致勃勃，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又找不到工作，那其实是相当痛苦的。所以我们也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就要取得一个平衡点。现在的平衡点就是觉得2020年的时候，40%的学生，是能够就业的。可是部长，即使是说大学生呢没有办法进公立大学，很多人会选择去读私立大学，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会一直持续。他们毕业后，这些私立大学的学生呢，他们真的能吃以致用吗？所以我们的市场是开放的，所以我们给私立大学，他们也招生，我们没有阻止他们，很多国家也没有阻止他们，但是我们所政府所津贴所编排的都是公立大学。所以要进入私立大学呢，私立大学，程度不一样，标准也有高低。要报进私立大学呢，要小心的选择啊。相对来说，门槛是低的，门槛也是低的。对。所以呢，我们去年就做了一个统计调查，调查过后，我们新加坡有好几十间啊私立大学，好像最高的就差不多有60%可以就业。但是最低的是30%才能就业，所以你毕业过后，10个人里面7个找不到工作啊，而且他们的收入也会比较低，所以在今年呢，我们会制定了，就是所有的私立大学，你的就业率，你们的平均工资啊，要公开，公开的时候呢，家长、学生要报入私立大学的时候，可以睁着眼睛慢慢思考。作为一个参考，作为一个参考，是部长，我们也知道哈，不管是公益教育学院的文凭也好，理工学院的文凭也好，其实基本上都应该是可以找到一份工作的。对。但是一般的民众的想法是不是如此呢？大家对于哈一定要进入大学这样的一个观念又有什么想法？其实我们做了一段街头访问，我们来听一听我们的这个民众们怎么说。重要，这个是很基本的。你在新加坡，你没有文凭，你很难找到工作。就算他们进不了NTU、NUS 这些，他们都会去那种私人的大学。我自己也没有读大学，
我读到O level， 就会觉得啊，以前假设是有读大学啊，或是 A level 会更加好。现在每个人都是大学生嘛，如果你连那个基本的水平啊文凭都没有的话，就很糟糕了。你是 diploma 进去跟 degree 进去的，那个 level 就不一样了。但一个升的比较快啦，一个比较慢啦。大学有大学的好处，他们的想法，他们的能力是在某方面是比较高的。你觉得玻璃的通常他们都会有这 more creative 啊？部长，听了这么多的这国人的一些想法哈，当然好像都有这个基本概念说，说大学文凭已经是我们的基本配备了。这不惊讶，不惊讶，真的，一点也不惊讶。所以真的是要有一张大学文凭才能够有好的前途吗？我是说，觉得拿到工艺学院、理工学院或者大学文凭，其实都能找到工作。我们的统计数字是大概90%在6个月内都能找到工作。但是他所说的，就是人家的这个概念，就是说你要拿到一个大学文凭，升得比较快，是进的时候工资会比较高，所以大家当然希望能够拿到大学文凭。但是呢，就是大学文凭也的程度也不一样，是这个市场的吸收能力也有限，所以如果大家都是雇主也是非常现实的，哦，谁是最兼优的学生，他知道；所以是比较不兼优的，他也知道。所以他们也是心里也有这样的偏排了。所以如果进入私人大学呢，就比较吃亏。假设说哈，我们的听众当中可能有很多的理工学院的学生啊，理工学院毕业了之后，他就决定说：好，那我考不上公立大学，那不如我就报私立大学好了。如果他选择了走这条路，你的看法是？我常常有到工艺学院，也到理工学院跟他们讲解，就说你进入私立大学一年要花多少钱，大概15000啊。你如果读了3年，就是大概45000的钱啊。如果你出来工作，你可以赚到大概8万到9万之间呢，啊，在这3年内，啊。是。哦，所以相差的是10几万啊。很多。你10几万，其实你读完这个私立大学，就算你找得到工作，可能比理工的工资高出一点，不超过1000块，700-800块，这要10几年的时间才还得完呢，啊，这值得吗？但是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读什么也好，当然无可厚非，现在的市场有一个大学文凭还是有用的，但是也在改变了，情况也在改变，真的在改变。很多私人企业呢，他们是要看的是技术，要看的是你能不能胜任。文凭他们反而不大看，是好像整个艺术的行业呢，他们看的不是文凭，他们看的是你的作品，对吗？然后好像 ICT 啊，通讯与资讯啊，那整个行业也逐渐的在看人家的，看他们的。不是学历，而是看他们的技术。是，所以整个行业也在改变，所以我们的学生，这是行业跟雇主的思想的改变，正在改变。学生呢也在改变，不是说每个学生他们都要拿到大学文凭，很多学生他们想朝那个creative industry 创意领域去想。所以他们知道我朝那个方向想，那朝那个方向走呢，我不大需要大学文凒，可能先工作到30几岁年纪比较大才去考一个大学文凒，觉得自己有这个成就啊，不过是那个以后才需要做的事。很多领域现在都是这样，我们做家长的就要想到啊，我们不要把孩子通通千军万马过一个独木桥。现在的志向是非常多元化的，要让孩子了解自己的志向，了解自己兴趣的地方，然后往那个方向走。是那个方向需不需要大学文凭，那你要看这个行业的情况是怎样的。是每个孩子都有各自的天分跟强项，要集中精力来栽培他们这一方面的天分。那我们的热线上有位听众，来听一听他有什么问题要问部长的。喂，你好。 Hello。 Hey， 怎么称呼？汪女士。是汪女士，部长已经在我面前了。来，哦，王部长你好。王部长你好。汪女士你好。请问王部长，为何某些大学的毕业生薪水总是比其他大学生来得优厚？
那么要如何缩小各所大学的毕业生在工作上的差异？那么请问您如何提升企业公司对其他大学的认可度？谢谢您。谢谢翁女士。是。你孩子多大啦？我孩子已经毕业了。毕业了，他读哪一间啊？他不是传统不是那种历史悠久的大学。公立、啊、对的，同样是公立大学。所以你就问起薪有差异啦。而且当你申请工作的时候，他们总是会考虑某些大学的毕业生为先啊，因为可能他们历史比较悠久嘛。所以我是想问怎么提升企业公司对那些其他大学的认可度？有些公立大学比较新，所以需要几年的时间让雇主都认识到他们，也认识到他们的学生毕业生的才华。但是即使历史悠久的大学啊，翁女士，好像国大跟南大啊，其实在他们整个校园里面不同系的毕业生出来，他们的起薪也是有差异的。那好像以前呢，好几年前呢，你读 IT， 你读 IT 出来起薪其实不是很理想的。不过现在最吃香就是 IT 啊，好像几年前呢，这个岸外与海事也非常吃香。那时候油价高嘛，油价100多块，出来的工程师哇，进去他们的起薪很高，但是现在又低了，又不吃香了。所以所以每个系都有他们自己的市场，而每个市场随着时间也有起有落。所以你孩子现在赚多少，其实也不要太担心。如果他在某一个领域啊，只要要有这个热忱呐、啊，是啊，有这个兴趣，一直不断的学习下去啊，现在起薪多少不要紧，是将来走的路是比较要紧。是、我们不怕慢，只怕站，站你不动，对不对？不努力。这句话说得很好，是不怕慢，只怕站。不怕慢，只怕站，对、是。可是要多慢或者多快呢？因为你讲说是一段时间，可能家长心里面就讲说，到底那个一段时间是要多久呢？哎，人生这么长，你要对，只要走一次，你要走，你要跑，你要爬，只要一直向前就好了。龟兔赛跑的故事，因为家长都会担心嘛，因为他们在孩子身上投资了很多的时间跟金钱啊。老实讲，读书也非常的不便宜啦，所以可能他们会担心说他们有很多的担忧。明白。所以投资也是有一个理念，就是我们投资的时候要细心照顾我们投资的对象，让投资到一个时期的时候要把它放开来，给他走自己的路。是。那部长也有这个士气的问题，就是一开始哇，那个起薪哦，差了一大截哦，难免就会让这些学生觉得说，我就比别人差很多了，我好像比较处于劣势哦，那士气上可能会被打击到。那这些年轻人，不能说是草莓族啦，但是难免会受影响，怎么办？但是呢，我就觉得不是因为这个学校的问题，是因为不同行业的差距，而不是学校的问题。好像我们比较新的一个公立大学 SIT 它的实习做得很好，所以多数的理工学院毕业生都到 SIT 去。 SIT 的这个课程就三年了，三年之间呢，其中一年是去产业里面实习的，所以好像他们教的会计师就花了一年的时间在会计公司里面实习，有些实习的很好，他们出来的时候，会计公司是把他们不是用新的学生的起薪来请他们，而是给他们一个 promotion 的。哇哦，是。因为他实习的时候，他已经证明到他能够做高等的这个会计工作，所以像这样的实习计划，真的年轻人要把握机会哈，去争取好好表现。所以也不代表说 SIT 是因为它是新的大学，而学生的起薪会比较低，其实也不是。是，其实他们很多学生的起薪还比国大、南大来得高。是，不同的领域而定。对，好的，来，我们来接下一通电话。喂，你好。喂，你好。请问怎么称呼你？啊，郑女士，郑女士，哎，你好，郑女士，你好，啊，你好，部长你好，我想有一些问题想问部长。我的女儿现在在共和理工学院就读酒店业的课程，她告诉我说，她在进入大学时有可能她不想选读这一科，
请问部长，您对酒店业课程的未来前景和展望有什么看法？哦，共和理工就是 Republic Poly 是啊，对对，在武仁、啊。你也住在武仁啊？我住在昂摩沟。你在昂摩沟哦，我跑到共和理工。OK， 共和理工在我的选区啊。也是在我很好的学校，很好的学校。曾女士啊，这要看你女儿哈，她对这个她是读 hotel， 对，酒店管理，酒店管理，她对酒店管理跟整个服务业，她有兴趣吗？她是非常的很有兴趣，她现在从学生时期，她已经做工了，兼职了5年，而且他周末他不介意周末跟假期都去做，他做得很开心。哦，这样很好，他开心最重要，因为你的人一开心，有那个热忱，有那个兴趣，你的工作自然做得很好，工作自然很好，你的前景在这个领域里的前景自然也是会好的。所以我觉得呢，如果你女儿对这个hotel management 啊有兴趣的话，要坚持的做下去。哦，理工学院出来过后，可以他有几个选择啦，他不需要当兵嘛，所以他有几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就是先工作，找份好的工作，去一间旅店实习，学一下这个领域里的一些工作技巧。哦，等到有一些经验过后，才回来大学读书也不迟。哦，另一个选择就是说，如果有这个机会的时候。的话呢，可以读大学，好像 SIT 也有旅店管理的这个课程哦，他也可以先读了才去就业工作，两个都是很可行的很可行的选择。嗯，哦，是，来郑女士，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因为我的女儿被学校派去马尔代夫已经有实习半年，刚刚在8月份回来。而且他也被派去印尼，有去参考到印尼的哈若酒店有参考。他很有这个热忱，就是他的问题不在于他担心找不到工作，问题是在那个升级的方面还有加薪方面，他考虑到这一个问题。所以就担心说，因为没有大学文凭，升职啊加薪就比别人慢，是这个意思吗？不是他是，不过是说他如果在新加坡读的话，他就是新加坡没有这样 focus 他这个 course， 就是他听朋友说很多他现在的同事啊，他兼职的同事都有提起说要在外国深造回来攻读回来比较重视这一点。是吗？尽管部长说 SIT 有这个课程，可是他们还是觉得外国大学比较吃香。我会跟 SIT 回馈一下，叫他们努力一点，努力一点，把他们的这个课程宣传做好。好，是好的。那其实呢，刚我们也能够理解说，这个家长们的担心啦，对，孩子自然希望他们有好的前途嘛，对不对？当然，刚刚那郑女士也提到说，哈，哇，听同学说什么什么，听同学讲什么什么，这个市场的变化。其实很大哎，部长。其实真的在改变，所以他好像他女儿要开始跟某某旅店开始工作，去人事部问一下是不是真的，是不是大学生进来爬得比较快，还是理工学院就比较慢？我以前工作的，我以前的公司啊，我他们不分理工跟大学之间，的快慢啊。大家进来都是一起工作，谁的表现好谁就爬得快，他不看你的，看能力而不是看文凭。我相信很多私人企业现在都是这样，尤其是跨国公司也是会这样。是，所以要把他们的人事政策看清楚先。好的，不要急着读书，我们要急着学习。是，但是工作上可以学习，读书也可以学习，所以不要急着学习，但是不要急着读书。
急着拿文凭，急着、不是急着拿文凭，也不要急着辞职，因为有些老板就跟我说，其实呢，请人很容易，而且呢，比如说，而且现在年轻人其实他们的专业知识都很好，可是他们可能做了一年之后，他们就辞职了，就转行了，因为他们觉得说可能没有，他们没有兴趣，或者是说他们觉得说哎没有前途这样子，所以不知道你怎么看这样子的趋势？兴趣有时是要靠我们自己培养的，对吗？好像我们小时就说哦，我对这个某某领域很有兴趣，等到进去工作的时候，每一个领域都有他辛苦的地方嘛，对，起起落落都只要有一点决心，就要记得我以前对这个领域非常有兴趣，我要继续坚持下去哦，所以都是这样的，是、我们的软实力，我们的毅力啊，我们坚定的这个意志力是非常重要的，然后这个兴趣就靠这样的培养出来的。是，你像我做一个部长也是一样，我对公共服务很有兴趣的，但是这代不代表说部长的工作100%我都很高兴吗？也不是这样，有些东西我很喜欢做，有些东西我做起来哇觉得很吃力，但是整的来说我要说要有毅力一直做下去嘛。部长这么说我们要追问了，哪一方面做得不开心？上电台反弹是比较辛苦、真的不开心啊。好了，我们稍微休息啊，下一节节目呢，王以康部长继续来回答我们听众的提问。部长，其实呢，我们通过958的 WhatsApp 平台9623958也收到不少家长的留言，都是家长都担心说孩子毕业后找不到工作。这个问题哈、特别是涉及到了一些可能孩子就读的科系并不是那么的在市场上面受落，所以呢家长难免担心。我们就来听听第一位听众的留言好不 好？罗女士。嗨，部长好，我是罗女士。首先是我儿子他拿到那个 NUS Pharmacy 的奖学金，连他的兴趣是在 Pharmacy 那边，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就是很难找工作了。他要是读了5年呢、到后来就是他的兴趣没有用到，连这样不是白白浪费5年，不只是钱方面也是浪费到了，机会也是了。希望部长看有什么好的方法，除了 pharmacy 就是做 pharmacy， 好像 MOE 基金可以不可以成为一个专业老师呢？因为现在目前为止 ，MOE 是读 pharmacy 的 graduate 不可以 no entry for pharmacy graduates 啊。第二个问题就是进入大学后，希望大学里面可以有职业辅导员，让年轻人可以随时知道他们未来的领域的情况。谢谢。来，这是罗女士的留言。部长，罗女士的孩子拿到奖学金其实是很好的。不过我就不明白 pharmacy 他担心以后就业的问题。对，我其实一下跟这个罗女士有再沟通一下啊，她的担忧就是因为听她的亲戚说，她也是同样一个科系毕业的，就发现说在这个药剂业其实很难找到工作，所以就担心说哈，那我孩子下来拿了奖学金要读一个5年来，那万一读了5年出来哈，那找不到工作，那不是浪费了5年？对，没错，就是国大药剂师啊。对，药剂师。其实我们现在人口老化，所以这个医药这个领域啊一直在扩充啊，是，所以需要很多的药剂师。我们统计上是药剂师这个行业毕业生差不多100%，要不然也是99%都找得到工作，在6个月内都会找得到工作。是，那可能要再试一试。要再试一试，要有信心啊，有信心啊。有时就道听途说，讲到越来越担心。了解，可能也要看个人的兴趣或者是个人的要求了，对吗？因为如果说大家的要求很高的话，当然比较难找到工作。对，罗女士也讲到有没有大学里面有没有辅导？对，现在我们所有的理工、工艺跟大学都有辅导了，都有职业辅导。但是职业辅导是一回事，是学生自己也要对自己有兴趣的领域多加认识，尤其在实习的时候，进入公司做一些实习的时候，要尽量向同僚、向上司询问一下这个行业里是到底在什么发展、什么一回事，尽量的了解行业。部长，刚刚呢，罗女士其实提到说哈，万一就是说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不能学以致用，那大家的一个既定的想法就是，那就是浪费钱、浪费时间、浪费精力。哇，5年的青春呢，部长，人生有几个5年？对呀、所以你怎么看呢？不能够学以致用，就等同于浪费心力。
你以前读什么的？商科。你现在有学以致用吗？没有。我有，我有。开心的很。开心的。但是你学的东西，你觉得虽然你现在不是做生意啊，不是做商人，但是你当时候学的东西，你觉得有没有用啊？有，我觉得在大学的培训不仅仅是课业上的一个培训，更是你的网络的人脉网络的这个开启，然后呢，还有他训练你怎么样，你的思维，对，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重要的训练。最重要的就是交到朋友，没错，是。你是学读什么的？我是读大众传媒的。哦，这样你有学以致用啊？有啊有啊，可是我当然也误入歧途一下，但觉得还是做每个行业是误入歧途啊，哎，不便多说。虽然你是说学以致用啊，但是你在大学里学到的这些科目，现在你在做。其实我觉得装房的时候有用到那些技能，当然有。其实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其实不是很喜欢我读的东西，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是很抽象的。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为什么会选这一科？因为它其实需要读的东西太比较少啊。我是初一的，我是初一懒惰，不用去考试，就考试也比较简单。其实你在那时候就误入歧途。后来我就想说 ，OK， 我就想说，后来我是本来我毕业之后呢，我就想。真的有在思考我自己的路要怎么走了，然后我就讲说，嗯，好，那我就朝我的兴趣，因为我对艺术蛮有兴趣的，所以我就朝面这方面发展。可是后来我发现说，兴趣可能只可以归兴趣，有时候你真的工作的时候，你想你所做的东西不一定是你喜欢的了，所以后来我又决定跑回来做媒体的工作，哎，反而觉得它其实是蛮适合我的性格跟兴趣，因为有时候兴趣是可以培养的，嗯，不是。所以孔子说五十知天命嘛，对，所以我们没有说小小十八岁、二十岁就要知道我的志向是什么，将来我要当什么，这是一个人生的旅程，慢慢的去思考，慢慢的去发掘。好像我也一样，我是读经济学的，但是现在那以前读的东西，你说的对，是挺抽象的。对，现在有学以致用吗？没，其实也不是说真的有用啊。那些经济的 theory 啊，理论啊，没什么用到嘛。是啊，但是用到的是人脉。是，嗯，是那整个经验，没错，读大学的经验，交朋友的经验。哦，所以大学也好，理工也好，我们读书只是给我们那个基础。嗯，然后踏上社会过后，还是继续的不断的终身的在学习。学习的过程有时是在工作场所上学习，有时偶尔会回到学校，回到学府去参与一些短暂的课程。以后的学习过程就是这样。我们一直作为家长一直在想，孩子读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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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工作工作工作，然后就退休。其实现在不是这样的，现在是读书工作读书工作。一直这样下去是 好的。那我们来听另一位听众谢先生的留言哦，来听听他怎么说。部长您好，我姓谢，我儿子从新西兰的美西大学获取了荣誉文学士，主修历史，回来之后呢三年多了都找不到工作，他很想在政府部门工作，但是都找不到工作。我想请教部长的是，第一个问题，现在的政府部门的文科生是不是不吃香？第二个问题是，政府部门有没有继续的在聘请公务员？谢谢部长。很多国家，很多经济啊，文科生找工作比较难，但是新加坡文科生大致上也是80%-90%都找得到工作。原因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经济结构比较多元化，我们也有很多跨国公司在新加坡设立的他们的区域总部，所以区域总部呢都不是在工厂里面工作的这些执行人员，所以是比较管理层的，所以在管理层的这个层面呢，他们是需要文科生的，嗯，所以新加坡的文科生是找得到工作的。是，嗯，当然有时有些学生出来过后，好像这位先生的孩子三年过后找不到工作，这就要看他找工作的时候是往哪个方向走，去聘征哪一个公司啊？是，所以要看他这个细节。他申请的工作是怎么一回事？他需要的那个条件是什么？我们有没有符合到？对，是这个意思吗？对啊，对。是，那当然，刚刚谢先生有提到说他的孩子是国外大学毕业的，嗯，所以当然可能会有一部分的人觉得说外国的月亮比较圆，哎，外国的文凭应该比较吃香。但我们实际上也看到外国文凭哈，那回来新加坡哈，那可能也会碰到一个无用武之地啊，部长。
外国花的钱是比较多啊。新加坡公立大学政府的津贴就多了，所以外国也是程度不一样，有高有低。要到外国，要是到麻省、到哈佛尔，当然剑桥是不一样，就是看到哪一间学校，因为雇主都有看你在外国工作，在外国读书也好，新加坡读书也好，他们有时也有看你是从哪一个大学。是要慎选学校。要慎选。还有一个问题，政府部门还在招聘吗？因为显然谢先生儿子很想要到政府部门当一个公务员，为民服务。政府部门不断的在招聘，不断，但是没有以前扩充的那么大。是，好像教师是一个例子啊。以前很多文科生都能成为教师，但是我们聘请了过后，现在教师队伍呢就大概平稳下来了，稳定下来了，就没有像以前招聘那么多的教师，所以会比以前少一些，但是政府部门还是会继续的招聘的。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那部长对于我们的公众的提问，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大家总是希望我们的孩子啊长大成人能够做一番好的事业，但是过了一段时期，我们也要尽量给孩子自己去发展他们的志向。现这一代的孩子，我觉得跟我这一代跟你们那一代都不一样了，他们志向非常多元化，每个都要走自己的路。我们作为家长能够最帮助他们，就帮他们找出他们的志向。很多学生所想的所谓的志向，就是说我喜欢化学，或是我喜欢地理，就是我的志向。其实不是的，这只是你要读你喜欢的科目，而不是你的志向。志向是说我长大过后我要为社会做什么事，要比较深入的探讨这个问题。是，教育部呢也会尽量的在这方面下一些努力。中学生、高中生、公益理工学院，让他们尽量思考这个问题。我长大过后，为社会、为国家、为地球，我要尽怎么样的一份力？那你就慢慢能够明白自己的志向。是，部长，对于年轻人呢，可能即将要升大学的、大学即将毕业的这些年轻人，有什么话叮咛他们吗？不要老是要换工作，应征的时候进入哪一个领域都要有那个兴趣。就是你对这个领域没什么兴趣，尽量的培养兴趣，雇主都看得出来的。你去应征的时候，你兴致勃勃，对这个领域你做了背后的了解，读了一些参考书，有一些心得，对也好，不对也好，让雇主知道你是要努力学习的，这最重要。态度也非常重要，态度很重要。好的，今天非常谢谢王怡康部长呢抽空来到我们九五八空中访民情，那也感谢所有参与我们讨论的听众朋友们哈，谢谢部长，谢谢。